这12个工作人员这花了6个小时啊，仅仅拼出了1张船票。这个前沿后的水还有，你看这个份子们多哈，我是有信心，班长同志把最后，把抖一切。必须要这样排起，这是主打的排这一排。那我们一共要分好多个排嘞？不是，起码这个比较碎片要分20排，你整的那个前的左上角的，它排好不自然那个左上角就出来了嘛？按照前的先后。但是我们要在那么多排里面找六左上角，可能还是要点时间。你全部排开就容易找到了，全部都排开了。也就是说，需要很大的场地把它从现在的展现出来。我觉得要展现出来，这样才能。第三嘛，慢慢来嘛。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方法只是就是说是个好方法呢，还是一个笨办法呢？那么说呢？因为这个钱的话，没比较乱的话，你只有那目测。只有靠这个了，那你准不准备这样子试的？肯定要试一下的。喊你把这些就所有每一张钞票的对钞噶点个号，然后进行扫描这种。银行已经说了没得这种设备，其实不得这种技术根本就。是。知道不嘛？他们也即使有这种设备，他说的他们费用也相当高。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来负这个伤害，他来承受这个。哦。愿意用了对不对？我喊人聘请。你看。为了能让贾先生的一片好心能够实现，在记者的帮助下，林兆强和贾先生通了电话。我自己的话，我确实有点绝望了。那有耐心点，你不然这样子毁了也可惜，你来之不易，一定要有信心，是不是嘛？有信心是整得好的，愚公移山，就是慢慢整嘛。